那个女人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好不容易将她从深渊拯救了出来。如今五岁女儿随口说了一句，想爸爸和妈妈重新结婚，她就动了和前夫复合的心思，开始若有若无的关心起了前夫，反而是对全心全意爱她的财阀男友若即若离，丝毫不在意对方的感受，这让正牌男友的母亲非常不满。 并以要讨论婚礼细节为由，邀请顺英父女到家里做客。没想到父女二人刚坐下，金立贤就因为又振言后婚期，愤怒地责怪顺英不懂事，认为这肯定是他的主意。随后又对顺英一顿狂输出，丝毫不顾及人家父亲在场。 看着金立贤对自己女儿颐指气使的态度，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白所长便猜测到顺英以前就是这样忍气吞声的，于是他愤怒地站起来，让顺英跟自己回家。要知道，他同意顺英嫁给佑镇，可不是让他来被婆婆欺负的。金立贤见贤是不对，连忙换成一副和颜悦色的讨好面孔。 之后，白所长回家又教育起了软弱无能的女儿，告诉她在没有做错事的情况下，不需要对任何人忍气吞声。看着女儿变成如今这骂不还口的模样，他既恨铁不成钢，也对顺英感到很愧疚。因为要不是他曾经的疏忽，顺英年幼时就不会走丢，那么他一定会过着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他强势地命令顺英，如果以后还遇到这种不公的待遇，再这样忍气吞声的话，他就不让他结婚了。没过一会儿，韩俊弟媳来工房接美昭。 见顺英哭得梨花带雨的，便向庆珠打听了缘由，回家他就将顺英被金立贤欺负的事告诉给了韩俊。他认为顺英嫁给佑镇未必是良缘，有那么厉害的婆婆，还有彩琳那种大姑姐，且他认为顺英心里还有韩俊，他示意顺英一直不计前嫌去医院照顾，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他们一致同意韩俊将顺英追回来。 怎料韩俊还没有开始行动，彩琳就找上了顺英，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想回到韩俊身边。顺英没有否认，告诉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回到他身边。但是在彩琳开车撞自己时，他看到韩俊奋不顾身救他之后，他对韩俊的怨恨在那一秒钟就烟消云散了。此时，两个女人在里面争论不休，门外两个爱慕顺英的男人也不期而遇，他们一个是来找顺英复合的，另一个则是来谈论婚期的。 还罚千金为了挽救濒临破碎的婚姻，不惜狠下心跟着韩俊搬到婆家人住的老房子去，低声下气求婆家人收留，并向公公承诺一定会努力做个好媳妇。虽然韩俊始终对彩琳不理不睬，但彩琳结婚以来一直都有给公公高昂的生活费，所以公公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让他留下来。因为现在对他来说，不管是彩琳还是顺英做他的儿媳妇，他都无所谓。毕竟前儿媳顺英也是有钱有势的财阀千金了。倒是其他人知道。 韩俊执意要离婚后，就开始对彩琳冷眼相待了，一则彩琳平时狗眼看人低的形象，大家都不喜欢；二则所有人都希望韩俊和顺英复合，给美昭一个完整的家。所以饭桌上，一家人总是在给彩琳甩脸色，但彩琳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退缩，甚至不惜阻碍韩俊重新开公司，心心念念想要和彩琳分道扬镳的韩俊，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彩琳的帮助，而是要自立门户。对于彩琳来说，韩俊始终是他这辈子唯一可以信赖的老公。然而，韩俊却只是把他当成合作伙伴而已，一个拼命想挽留、一个坚持要结束当初不该开始的错误婚姻，所以他们一直达不成共识。 于是彩琳心生了一计，在饭桌上告诉婆家人，如果韩俊非要跟他离婚的话，他本来能继承的5000万财产就继承不了了，这让婆家人都惊讶不已。要知道，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是几辈子都挣不到的。但同时，他们也从中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韩俊宁愿放弃这笔钱，也要跟彩琳离婚。所以私底下视钱如命的公公又单独找韩俊谈了一次话，要他考虑清楚离婚的事情。 毕竟这笔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且韩俊已经离过一次婚了，他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再离一次。但韩俊却说他心意已决，绝无可能继续跟彩琳过下去了，所以他也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第二天，佑镇又告诉了彩琳一件事，那就是韩俊其实知道他就是撞自己失忆的罪魁祸首。他之所以假装不记得肇事司机是谁，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彩琳。为了让彩琳不要一错再错，佑镇劝解他不要恩将仇报，应该让一切回到原点。但彩琳一直无法面对韩俊离开他的局面，所以他坚持称自己绝不会离婚。结果他在回婆家的路上，竟看到韩俊和顺英带着孩子在散步，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瞬间刺痛了彩琳。 已经千疮百孔的心，所以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满脸怒气的和他们擦肩而过。
之后俩人来到他们当初开始的地方，韩俊请求彩琳放下他们之间的恩怨，结束这本不该开始的一切，可彩琳却说她真的不能没有韩俊，她宁愿进监狱也不会答应跟他离婚。无奈之下，韩俊直接给她跪了下去，这个举动也让彩琳心痛不已，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是有多想离婚才会给自己下跪啊。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已经不是钱，而是顺英的原谅。一句他想要得到顺英的原谅，让彩琳一直坚持不懈想挽留他的心彻底崩溃了。他这么多年的痴心不改终究是错付了，所以他同意了韩俊的离婚请求，并要求他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出现在自己面前。财阀公子来找女朋友商量婚事，不料竟看到女朋友和前夫带着女儿一起回来，一家三口在一起难分难舍的画面让佑镇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发现自从韩俊变回原来那个善良的人后，顺英看韩俊的眼神就变回了以前那般充满了爱意，想起顺英这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他就百感交集，他也不忍看他继续水深火热的过日子，于是第二天他就将顺英约了出来，温柔地牵起他的手，柔声问他愿不愿意放下一切跟自己去国外生活。同样的话是佑镇第二次问顺英，但顺英还是跟上次一样告诉他，跟家人断绝来往的婚姻是无法幸福的，所以他们不能这么做。随后佑镇又一脸认真地问他，如果自己和罗韩俊同时掉进水里，他会先救谁？顺英一时语塞，正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时，佑镇却说，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他。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先放手的人才是爱得最深沉的人。张爱玲曾经说过，爱一个人到极致是成全，只要你过得好，即使我有万般不舍，也要放手让你去选择自己的幸福。而善良的佑镇也真真正正做到了爱的最高境界是克制是成全，但小编却觉得佑镇值得拥有更好的。之后佑镇又特意回去通知金丽贤他已经和顺英分手的事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母亲以后不要再刁难顺英。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金丽贤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他为了能和白所长结为亲家，好以此让白所长帮他成为女皇的社长，不惜收起平时对顺英横眉怒眉的嘴脸，改而换成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问顺英是不是因为自己一直催促他们结婚才导致他们分的手。顺英没有说话，他就知道俩人还有戏，并低声下气地向顺英承诺，如果暂时他们还不想结婚也无妨，只要他们俩能重归于好，他愿意退一步以后不管他们的婚事。之后顺英果然听了金丽贤的话，来和佑镇谈复合的事情，没想到刚到门口，钱小姑子正好从佑镇家出来，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佑镇什么话，见顺英来了立刻就将他拉了进去，告诉他佑镇在和别人相亲。见此情景，顺英也尴尬得无地自容，以为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就仓促地告别离开了。佑镇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解释，只是呆呆地看着顺英离去。但实际上佑镇根本不是在和别人相亲，而是他妹妹擅作主张，偷偷将佑镇的追求者带来了家里。不过顺英误以为佑镇在相亲后反而如释重负了，或许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被冷落的永远小心翼翼。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呢？这次顺英也没有拒绝，或许在他心里一直都有韩俊的位置。我们再一起努力试试看吧。韩俊对顺英的同意感激不已，激动的心情也久久难以平复，顺英也开心的热泪盈眶。晚上回家，韩俊将此事告诉给了家人，一家人都为他们的复合而感到兴奋不已。不料这时韩俊的体检医生突然打电话过来，要求他尽快去医院一趟，这让一家人都担忧不已。结果韩俊来到医院，被告知他可能得了胰脏癌，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诊，这让他内心非常担忧，同时也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他，毕竟他真的做了挺多坏事的。然而此时他却接到了顺英的电话，因为昨天两人约好今天要带美昭去游乐园玩，因一直等不到韩俊来接母女俩，美昭一直不肯回家，执意要等爸爸。韩俊不想顺英担心，便说遇到了几个朋友暂时去不成了，让顺英带自己跟女儿说声抱歉。然而不明所以的美昭对爸爸爽约的行为十分不满，嘴里一直念叨着讨厌爸爸，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玩过了，所以回家一直哭唧唧的发脾气，怎么哄都哄不好。晚上白所长听说顺英和韩俊复合的事后，他对女儿的这个决定很是不理解，便询问顺英这样贸然复婚会不会后悔，没想到顺英却说看见美昭这么开心他就不会后悔。白所长虽然觉得这件事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非常尊重女儿的决定，所以他送了顺英一份礼物，那就是将他全部的股份都过户给了顺英，让他从今以后都底气十足的生活，并且将顺英的户籍更正成了他女儿白人雅。顺英对父亲的爱护也是感动不已，大概这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吧。
第二天，白所长又约见韩俊，警告他再敢伤害自己女儿的话，他绝不饶他，并要求他重新和顺英再举行一次婚礼，因为他想牵着顺英走进婚姻的礼堂。为了让白所长同意这门婚事，韩俊自然是有求必应的。之后白所长又为他们买了婚房，一家人都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怎料没过几天，韩俊的检查报告就出来了，确诊他患了胰脏癌晚期，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韩俊难以置信，更多的是崩溃，他无法接受三十多岁的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事实，所以他咆哮般的问医生是不是误诊了，可能只是消化不良而已呢。可医生让他通知家人的冷漠话语，直接宣判了他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冷静下来之后，他来工房找顺英，在窗外全神贯注地看着顺英母女一无所知的俩人灿烂的笑容，刺痛了他后悔莫及的心。他之前因为自己的贪婪，让他和顺英错过了许多时日，如今想珍惜时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怎么能不让人心碎呢？随后他转身擦干眼泪。与此同时，心机女也找上了门，请求韩俊继续跟他假装夫妻四年，等他拿到爷爷的遗产便还他自由。他本以为韩俊一定会拒绝，没想到韩俊却一改之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询问他是不是只要拿到那些财产就会开心。彩铃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说是，他认为只要有了那些股份，就没有人敢瞧不起自己，以后他就可以在女皇横着走了。见他如此执着于这些身外之物，韩俊喃喃自语说，可惜再多的钱也买不回自己失去的人生了。不明所以的彩铃并没有理解其中意思，以为他是不同意帮助自己，便站起来准备离开。不料最后一刻，韩俊竟然开口说他愿意帮他。虽然彩铃对韩俊突然的温柔有些疑惑，但他却并没有细想。随后韩俊又来工房找顺英，每朝一见他就嚷嚷着要给他表演节目，看着蹦蹦跳跳开心不已的每朝和顺英，韩俊情不自禁红了眼眶。他多想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那么他就不用面临永别亲人的遗憾了。之后一家三口又玩起了每朝最喜欢的挤挤游戏，这一刻也是每朝这一年以来最开心的时刻，却不知爸爸是在向他道别。随后韩俊又坐下来郑重其事地和顺英谈话，故技重施让顺英再等他四年，等四年后他拿到了彩铃的股份，他们再结婚，目的就是逼迫顺英彻底对他放手。마누라덕에사장됐다는소리도시켜온데이제장인덕에성공했다는소리까지들으라고。韩俊此时把自己说得如此高尚，不想靠岳父做社长，他是不是忘了曾经他之所以能做女皇公司的社长，都是彩铃力排众议扶他上去的？但时至今日，顺英见他还是死性不改，一心想继承彩铃家的财产，还以为他根本没有变好，还是跟之前一样贪得无厌，便气愤的不想搭理他了。另一边，佑镇听彩铃说韩俊要搬回家来住，他这才知道顺英和韩俊又一次分道扬镳了，便气愤地跑去找韩俊算账，不听他辩解就一拳揍了上去，质问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顺英。没想到韩俊却说如果他放心不下他，他可以重新回到顺英身边去保护他，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倒霉蛋罢了。佑镇自然是不懂他话中话的，所以并不想跟他这种厚颜无耻的人浪费时间，便打算离开。谁料韩俊突然病情发作，抱着胸口痛苦地倒了下去，口中弱弱地喊着打电话给金医生。不明所以的佑镇匆匆忙忙将韩俊送到医院，这才从医生口中得知韩俊的病情，也明白韩俊是不想拖累顺英才提出的分手，所以佑镇建议韩俊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家人或者告诉顺英。但韩俊却说顺英过去因为他吃了不少苦头，他已经做了太多对不起顺英的事情，不想在最后关头还在拖累他，所以他请求佑镇帮他保守秘密。但顺英对韩俊突然的疏离却起了疑心，他了解韩俊的性格，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万万不会改变主意的，所以他打电话给前婆家和韩俊的朋友们，请他们多关心一下韩俊，自己则去暗中调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料不死心的前妻竟直接追到韩俊家，向他宣布自己死都不会放弃他，并坦言不管他变成什么样，他都愿意妥协继续跟他一起生活，只求他不要再丢下自己和美昭。这让韩俊既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做了那么多伤害他的事情，事到如今他竟然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不得不说恋爱脑还真挺恐怖的，被抛弃一次又一次还能如此爱对方，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然而随着韩俊的病情逐渐加重，导致他昏迷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金医生不忍他一个人在医院对抗病魔，便偷偷打电话来通知彩铃。彩铃这才来医院，看到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韩俊，但更多的是崩溃，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韩俊身上。第二天韩俊回家拿换洗衣物，没想到顺英也在，大家都关切地询问他这几天究竟去哪了。韩俊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彩铃突然出现说韩俊昨晚在他家，
韩俊脑子短路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彩铃是在帮他隐瞒，便说他已经和彩铃和好了，他希望顺英以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顺英虽然对他的话感到怀疑，但心却痛得无法呼吸，所以他顾不得羞耻脸面，直接冲进韩俊房间，让他跟自己说实话。우리정말끝인거알아내가바라던거야最终韩俊还是无情地走了，自此以后彩铃便陪着韩俊治疗疾病，顺英则在佑镇的帮助下重新燃起了斗志，不仅开发了新的化妆品，还成了女皇的代言人，这让彩铃极度不已。所以他以自己是公司股份最多的人为由，威逼利诱让公司的董事们否决顺英做代言人企划案。他原本以为这次自己会稳超盛俊，没想到顺英却将彩铃曾经做坏事收买的证人带了来，当着股东们的面一五一十将他所做的坏事全部说了出来。그사람이지금어떤상태인지나알아就在彩铃要说出真相之际，佑镇连忙上前威胁他，如果敢对顺英说出韩俊的事，那么他就会把彩铃之前开车撞韩俊的事公之于众。彩铃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他承担不起，只好不了了之。临走前他突然恭喜顺英终于成功将他赶出公司，然后又莫名其妙说了一句他非常好奇韩俊最后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搞得顺英一脸茫然，总觉得他和佑镇有事瞒着自己，但佑镇又不肯告诉他。这时韩俊也来到了公司，看着气得浑身发抖的彩铃，他也有些于心不忍，便将彩铃带离了这个是非之地，之后又带着他去餐厅吃饭平复心情。这也是韩俊第一次主动关心他，这让彩铃也有些受宠若惊，但更多的是遗憾，遗憾他快走到生命尽头了才想起对他好。之后他向韩俊提议想带他去美国找最好的医疗团队为他治疗，因为他真的接受不了韩俊会死亡这件事。韩俊知道他如果不离开他生病的事情大家迟早会发现，便同意了彩铃的提议。男人胰脏癌晚期，准备去美国治疗疾病，怎料前妻偶然在医院看见穿着病号服的他，不好的预感也油然而生，想起韩俊最近的种种异常，脚也不听使唤地追了过去。看着病房外赫然写着韩俊的名字，他情不自禁伸出手想打开门一探究竟，结果彩铃正巧从里面出来，看到顺英站在门口也是大吃一惊。为了不让他进去看到韩俊狼狈的模样，彩铃将他叫到一边，将韩俊患病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顺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彩铃之前在股东大会上想对他说的话就是韩俊生病这件事。就在俩人争论不休时，听到俩人对话的斗俊夫妇也不可思议地走了过来，询问他哥哥究竟在哪里，得到答案后便怒气冲冲地去找韩俊了。顺英本想跟着去，没想到彩铃却拉住了他，说韩俊之所以要去国外，就是怕他会发现他生病的事情，所以他低声下气地恳求顺英不要进去拆穿这件事。听着彩铃这番泣不成声的请求，顺英第一次体会到了锥心之痛，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痛得无法言喻，脚也久久无法动弹一步。之后他又泪流满面地去找佑镇，质问他明明知道了韩俊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瞒着自己，害他说了那么多伤害韩俊的话，如今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和彩铃去国外。佑镇知道顺英是想自己支持他去找韩俊，便让他去医院将韩俊留下来，他认为韩俊即使要去世也不应该孤孤单单地死在异乡。佑镇这番话正是顺英心中所想，如今有人支持他，他便说干就干，让斗俊夫妇和他一起阻止韩俊去美国。之后他又将彩铃约出来，跟他商量让韩俊在国内治疗，他们都知道韩俊已经大限将至，即使费尽心思去美国也是徒劳。没想到彩铃执意要带着韩俊远走高飞，因为他希望陪韩俊走到最后的人是自己，而不是顺英，所以无论顺英说什么彩铃都不肯答应。之后顺英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再次请求彩铃让韩俊回到他身边，让一切由彩铃造成的错误都回到原点。尽管彩铃还在嘴硬说绝不可能让他称心如意，但顺英却知道彩铃一定会选择放手，原因无他，只因彩铃也跟他一样爱韩俊入骨，且彩铃一直都知道韩俊心之所向的人从来都不是他，而是顺英。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和苦苦挣扎，彩铃最终还是心软，选择成全韩俊这个时日无多的人，所以他告诉韩俊自己不想陪他去美国了，美名其曰他不想陪在一个快去世的人身边。之后他又大发雷霆，冲韩俊发泄了一通他的满腔怒火后，便要将韩俊赶出家门。不明所以的韩俊也是一脸蒙圈，不知道彩铃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对他，但还是无奈的出了门。怎料刚出彩铃家，顺英就走了过来，坦言要带他回家。韩俊这才知道顺英已经发现了真相，但他还是强装镇定让顺英不要管他，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分手了。不料顺英却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家人，应该要相互扶持，并警告韩俊如果偷偷瞒着他去世，自己绝对不会原谅他。韩俊既感动又无可奈何，最终还是选择跟顺英回家看美昭。许久不见爸爸的美昭对他的到来很是开心，不顾妈妈的阻拦，非要拉着爸爸去骑自行车，看着韩俊忍痛也要陪女儿一起玩，顺英也哭得泣不成声，想着陪女儿的日子越来越少，韩俊就觉得对不起他，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宝贝女儿，但他还有放心不下的家人，所以他收拾行李回了家。不料他前脚刚进门，顺英就带着美昭跟了过来，并单方面的向前婆家人宣布他要和韩俊复合。随后韩俊打算找顺英聊一聊复合的事情，他认为顺英这个决定太草率了，且他也不想成为顺英的负担，怎料顺英却说他心意已决，就算韩俊要死他也要陪在他身边。结果下一秒韩俊突然病情发作，那痛苦的模样吓坏了顺英，不想在韩俊面前表现出痛苦的他回到工房崩溃大哭了起来。这时佑镇突然出现告诉他现在不是该伤心的时候，提醒他应该努力完成韩俊的心愿，韩俊一直以来都希望顺英能成为女皇的代言人，所以他劝顺英为了韩俊也要重新振作起来，这样才能让韩俊对他放心。第二天俩人就开始行动，佑镇请顶尖的摄像团队为顺英拍摄了海报，看着顺英为韩俊如此努力，佑镇也决定放下对顺英的感情，而这边韩俊也安排起了后事，把他成立的小公司交给了斗俊，又主动让他爸爸和女朋友结婚，但不知道韩俊生病的后妈却提议韩俊和顺英一起办婚礼，却都被韩俊拒绝了，至此以后只要有时间韩俊就会陪美昭游玩，他希望能给宝贝女儿多一些欢乐的记忆。然而此时顺英却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重新嫁给韩俊，但此举却遭到白所长的反对，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冲动。顺英却说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韩俊离开，他想要和韩俊结婚，就像平凡夫妻一样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但为了不让女儿嫁给一个快去世的人，白所长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没过几天前公公和后妈就举办了婚礼，一家人在婚礼现场都神色各异，知道韩俊生病的人表情都显得十分凝重，不知道他生病的家人则为70岁父亲再婚而感到开心不已。婚礼结束后韩俊又打发新人去度蜜月，实则是怕父亲发现他的病情，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韩俊是在将父亲交托给后妈照顾，只是爸爸并没有多想。之后韩俊坐在已经冷清的婚礼现场，他在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因为荣华富贵选择跟彩玲结婚，而是牵着顺英的手回家的话，或许老天爷就不会这样惩罚他了。但顺英却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要不是他当初答应江彩琳让韩俊和他假结婚三个月，那么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他拿出婚礼邀请函，请求韩俊跟自己结婚，挥别过去，重新一起生活。怎料下一秒韩俊又一次病情发作，痛得他直接晕了过去。随着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再加上他一直不肯入院治疗，如今止痛药已经无法控制他的疼痛了。顺英正在劝说他入院治疗时，彩琳也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如今幡然醒悟的他却向彩琳坦言，自己一直以来从未爱过他，但一心爱慕他的彩琳却说和他结婚自己从未后悔过，因为他是真心的爱过韩俊，并让他只要有需要自己的地方尽管来找他帮忙，这让韩俊心里很是内疚，毕竟当初如果不是他鬼迷心窍同意和彩琳结婚的话，或许彩琳现在也不至于每天以泪洗面。但如今错也铸成，他的报应老天也没有对他仁慈，后悔也已经晚了，所以他绝口不提想和彩琳离婚的事，因为他现在唯一能为彩琳做的也只有不离婚，帮他保住公司的股份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被顺英搅乱了，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请求彩琳主动跟韩俊离婚，让他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可彩琳认为他是没安好心，说什么都不肯放手。结果晚上彩琳回到家，韩俊的弟媳妇也找上门来劝他和大伯哥离婚，他认为没有爱情维系的婚姻就是对彼此的折磨，所以他希望彩琳能在大伯哥离开人世前还他自由，让他回到想回到的人身边。听了弟媳的话，彩琳心里也开始自责，他认为要不是他当初自私的把韩俊占为己有，或许韩俊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所以他觉得失去韩俊是老天对他的惩罚，让他一辈子生活在内疚中无法释怀。于是他深思熟虑了一晚后，便来工房找顺英了。내가졌어요이혼해줄게요。但他还是不死心地问顺英，为什么明知道韩俊快死了还是不肯放弃他。顺英说因为他和韩俊曾经相识相恋，在一起度过了八年快乐的婚姻生活，
所以他舍不得放弃他。彩琳对顺英的执着和无私自愧不如，而且他和韩俊婚姻存续期间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只有数不清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他彻底认输了。之后彩琳又将韩俊约了出来，跟他谈论离婚的事情。韩俊对此惊讶万分，要知道以前的彩琳可是死都不愿意跟他离婚的，现在竟然主动提出离婚，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财阀爷爷的遗产。然而彩琳却说韩俊给他的东西比股份更珍贵，让他不要担心，因为韩俊的报应已经让他意识到过去他的种种行为是他大错特错了，而且这也让他明白了婚姻并不是一桩无情的生意，而是两个人无论贫穷富贵都能不离不弃的相守。所以他认为这些他现在才明白的道理都是韩俊临别前给他的礼物。韩俊则劝解他世人都会犯错，不必太苛责自己。不料彩琳却说他心意已决，至此俩人正式离了婚。之后顺英和婆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和韩俊复婚的事，大家都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重新办一次婚礼。韩俊对顺英的做法非常不理解，他做了那么多错事，他认为顺英应该埋怨他才对，而不是一心想和他复婚。可顺英却说这一切都怪他自己，他认为要不是当初他不想韩俊去坐牢，和彩琳签订了他们假结婚三个月的协议，也许韩俊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不料钱公公却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韩俊被贪恋所迷惑的时候，他不但没有阻止，还引以为傲，甚至不惜将顺英赶出家门。现在他对顺英既感到抱歉，又很感激他对韩俊的宽容大度。不过顺英根本不怪他，还感谢他们给了自己一个家。他认为韩俊也只是被名利一时蒙蔽了双眼，才会做那么多伤害他的事。不得不说顺英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女人。然而到了婚礼这天，韩俊竟然和彩琳一起离家出走了，而时日无多的前夫却不想再拖累于他，便请第二任前妻帮了他一个忙，那就是带他去一个别人都找不到的疗养院疗死残生。但临别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五岁的宝贝女儿，这些年他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没有好好陪过她，如今这一走或许就是天人永别，所以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和女儿腻在一起哄她开心。小孩子的快乐总是那么简单，只要有父母陪伴，哪怕什么也不做他也可以很开心。可让人崩溃的是，连这么简单的陪伴韩俊也做不到了。第二天佑镇就请韩俊去了公司，让他看到女皇大厅到处贴着顺英的海报，这也是他当初承诺韩俊的，目的就是让他对顺英放心，好让他安心的去对抗病魔。韩俊对佑镇的信守承诺也很是感激。而今天正好是顺英新品发布会的日子，也是他们举行婚礼的日子。顺英本想不出席发布会，跟韩俊一起去婚礼现场布置，不料韩俊却说他想先回家休息一下，让顺英去忙自己的事情。顺英没有多想便准备去发布会。자순영看着兴高采烈的韩俊，顺英不会想到韩俊是在跟他诀别。之后韩俊回家开始给美昭讲故事，故事中他说了无数遍我爱你，最后直接把自己说得泪流满面。只是美昭还太小，并不知道爸爸是在向他道别，而是依偎在爸爸的怀里甜甜地睡了过去。看着熟睡的宝贝女儿，韩俊愧疚得无法言喻。临走前韩俊又将女儿乱放的鞋子摆放整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不管曾经韩俊做了多少错事，但我相信他双手合十的愿望里，美昭永远是第一。出来后彩琳早已经等在门口了，彩琳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选择今天离开，今天可是他们婚礼的日子。韩俊直言今天如果不离开他就真的舍不得走了，说完俩人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毫不知情的家人还以为韩俊去婚礼现场了。没一会儿顺英回来找韩俊父女，大家这才发现韩俊不见了，最后在房间发现了韩俊给顺英设计的化妆品瓶子，还有一封书信，信中他告诉顺英他应该穿着婚纱嫁给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他这个将死之人，便让顺英和大家都忘了他，不要再找他，各自好好生活。这让一家人都崩溃不已，但也无可奈何。至此以后顺英便一心放在工作上，佑镇也凭着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当上了女皇的社长，俩人也做回了朋友，时常在一起讨论工作。两个月后顺英忐忑不安地接到了江彩琳的电话，因为韩俊快不行了，才短短的几个月未见，韩俊就被病魔夺去了往日的神采。俩人一见面就互相诉说对彼此的思念，顺英将他研发的新品温柔地擦拭在韩俊的脸上，让韩俊感受来自他的味道。最后韩俊告诉顺英，他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情就是娶顺英做老婆，而他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离开顺英，所以他说他对顺英真的感到很抱歉。说完他就奄奄一息地倒在顺英的肩膀上，安静地睡了过去，任凭顺英再如何的难过他都醒不过来了。到此本剧就结束了，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眼前人，不要等为时已晚时才后悔莫及。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部剧见。